兄弟们，今天又有一个粉丝来上电视了。这个粉丝很识货哈，看他下单的是一台什么九星的美版12 Pro 256G 的。之前的话我发过我们那个圈，然后发圈的话我们的价格九成新的3799就可以搞定。先给他找一下那台手机哈，就是这台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12 Pro 256G 大内存的，而且是无锁的，3799的价格。然后粉丝留言想让我帮他改双卡，然后说上电视拍视频。 OK， 先去给他改双卡。来来来，小婉，这个是我的一个客户，他说要给他改双卡，然后本来收50嘛，这个免费给他改的。待会我找你拿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小婉，改好了没啊？哎呀，好，赶紧，我要拍上电视了，赶紧。改好了是吧？改好了。双卡哈，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双卡哈，把这个卡托拿出来。OK， 没有问题哈，就双卡的卡托。OK， 手机没有问题，那么就给粉丝安排一些小配件哈。20瓦的快充这一套安排上，手机壳的话，把这个手机壳都安排上哈。这个手机壳来两张钢化膜。哎呦。最后再安排上3代蓝牙耳机啊，这样一台性价比超高，只要3799的12 Pro 256G 的手机已经安排好了，晚上的话就直接给粉丝发走了。